天哪，我这是到了古代。记住主公交给你的任务，今日时机已成熟。青纱落在半山间，花色与黛绿相连，小僧回眸一眨眼，路径这背影，这气质。再来藏书走花边，你手轻卷可正眼，这侧颜绝了呀。青泥化作眉间烟雨，落得远山花蝶相交又相得，有一场英雄救帅的戏，显示出我的厉害。偏偏人间一笔，偏着一笔，哎呦，公子，我为了救你在打斗中受伤了，要这么冷漠吗？一梦就成了反派，这感觉还挺不赖的，也不知道谁那么惨。老大，打错人了。嗯，他身上没有玉佩，我们怎么办？架得要打完整，不然人家前面的打就白挨了呀。这些人还不坏呢，现在打人跟拍灰似的。对啊，那人怎么那么像我哥啊？完了完了，居然把老哥给打了，幸好梦是反的，不然刚对我好一点，就因为一打又得天天被怼了。怎么近日失踪了？可别提了，我前几日遇见一伙人，那头头看着不知是男是女，非说我偷了他玉佩，然后就把我打了，在家躺着养伤好几日了。我偷到现在了，都还疼着呢。说得如此激动，倒也不像头头的样子。如再遇到，你可直接送去牢里。好兄弟。小姐，你的手还掉了，谢谢。不对啊，为啥压我？完了，不会以为我是刺客吧？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啊，救你两次，做人不能这么没品啊！哎，还弄单间，太没品了，亏得长得那么帅。可惜啊，结果没品。还挺稳的。他想通了、换牢房也不用那么粗鲁吧，
过这梦怎么那么真实啊？别说我回不去了。哦，大兄弟，那皇帝叫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？叶云一呀、啊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这人怎么如此奇奇怪怪的？你问的也赶巧，我就是因为大街上说皇帝大名进来的。那女的，碧霄问你名字。怎么？问你就说。傅希文。皇上后宫只有一宋美人，后宫只有一妃子，有些不同。那张丞相提的女子，估计又是训练有素的杀手。傅希文。奇奇怪怪，问了个名字就被放出来了，还分了个院子，难不成中了开窍了？绝对对不住我啊！算了算了，现在关键的是我回不去了，不知道是被困在了梦里，还是我真的穿越了。傅夫人，皇帝召见。又搞什么？见过皇上。如今成了夫人，可要安分些。这又是什么新花样？可想一生荣华富贵，怎么不愿意？还是说又想骂朕没品？这民女哪敢呢？你怕不是想让后宫妃子们欺负我吗？就是你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女的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就是她，害我养伤多日的。这女子留我的，进宫绝对做件恶人事。亏你还顶着我哥的脸。夫人这是想去哪？她夫人回牢里去啊。你这是认同他所说的？我觉得那公子说的挺对的，我呢不是什么好人，所以把迷你关进牢里比较好，待在牢里总比宫斗强吧。夫人先回府吧，不必在意他的话。